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那开封之前有些没有大师没有截到，我们这边再补上去。然后这个偷东西的小孩要等他好像要手伸出去的时候再点才会触发。我干，这个实在是很难很难。不要好了。港口附近，好，然后还有一个是鱼场景的任务，就这个鱼不是有问题吗？然后我们跟玉山弟子讲过话之后再回来跟那个鱼对话，应该就有触发了。好，这样就触发了。哇，这个我没有看攻略，真的不知道哎。哦，是他。洗干净。欸，要怎么洗啊？这个吗？鱼场短剑，看一下。洗涤干净，可看上方刻着"千秋万世大仇必报"几个字。哇，这个好像有点残忍哎！好，先答应好了。好，一老一少，好，那是我们门人的地方，那个不是这边。
罗德清他怎么还在这？入股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想起来了。好，我们先解另外一边，先解这边的。好，先解这边的。怎么跟仓库一样啊？哎呦，来读读看。你血本无归。那他不会投谁，然后另外一边就赢吧？干！哈哈。好，好，总算解决了。然后一个公羊派嘛，公羊派应该是这边的，这里。先打小孩啊！可恶，没闪过！我觉得我在欺负别人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！瞧你破绽百出的！哎呀，太大意了！有机可乘，接招吧！哼，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破！哎呀，太大意了！破！瞧你破绽百出的，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试试我的厉害。嘿！太大意了，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
基本中的基本套路。三仙派，啊，为什么鱼肠剑不给我？然后那个赌场的话，如果去找那个算命师，那个正卦，然后有好幸运跟福气的话，再去赌博，不知道会不会压中。那我们试试看吧。然后就是经过算命师的教导之后呢，我们还是没办法赢钱。他城市设定应该是你逃谁赢，就是你，这是另外一个人赢。OK， 那先赌挡过去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现在能不能开这个宝箱了，还是不行。哇，我都已经升到，就是两个八卦了耶，还是不行。好不，好，这是我们的这个梗卦，弄到两个星号亮起就可以触发这个小鬼讲鬼故事。灵气碎片，好，那我们这边都可以。哦，每次成功数值加二 ，OK。好，那就这样吧。好，那我们开封这边的支线先这边告一段落吧。好，那我们接着进行主线剧情喽。